家胡蒙绝对是哈士奇转世，就这个水平架，一天得周翻三次。那周翻以后是脑水平的脑水平，啃脚的啃脚，旁边还有一个研究西门锁。所以我决定给他们搬家，去探索你们的新家吧。最可气的就是这个小内巴，他自己不小心跳出来一回之后，开始教所有的胡蒙怎么买出票。目前已经有一只学会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来去自如。我得找个东西给他们吓住了。好不好使就看你了啊！走。好使，再试一下。我去，效果拔群。都给我老实点啊！还看。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牧羊犬了。